穿个袜子一样。下一个步上我觉得没有什么感觉。那袜鞋它的鞋底比较软，很轻巧啦，不会撞结合我的脚，非常丝滑。做功能我是觉得都已经有做到位了。像三个袜子一样，非常的贴合，不会穿脱，它回力也很好，非常稳。那草丛沙石，而且有一些礁岩的状况之下啊，它不会让脚受伤。在板子上，它能够止滑，它很轻，落水之后它本身也不会吸水。用在 SUP 之外的其他活动，我觉得都蛮适合。它本身脚底，它本身还够柔软，它有透气的部分，这一双鞋的卡扎部分其实不会到那么多，对，相对是比较舒适一点的。那袜鞋它的鞋底比较软的关系，在脚底的控板部分其实是不太影响脚感，所以即使我今天去立桨冲浪，其实穿着玩都是没有什么问题。下一个步上我觉得没有什么感觉。上下板子的时候，其他鞋子会比较重，但是这个鞋子它不会让你觉得它感觉吃水很重，所以你穿久了其实它会有你觉得你有穿鞋子的感受。Baby, what's it?